这是在圣布瑞诺，旧金山机场这边。这是往旧金山机场去。右转。右转的话，就是到了圣何塞，往圣何塞方向。S101。
旧金山机场圣布瑞诺这边往黑沃这边走，晚上车速都比较快呀。沿着101再向前进，漂亮的夜色啊，夜色多美丽啊，月牙弯弯，一轮弯月，然后前方1.5英里右侧匝道，然后保持左侧。左侧，然后保持左侧。